好天气买个菜，回家做好料，回家吃好料。这种天气卖三明治，我融化给你看。融化在你身上，真的热。我走一走，全身都发黏。我刚刚明明要午睡，都被我出来。抱着午睡的心情。那回去你要做晚饭？我要做晚饭啊。怎么会？我觉得你可以啊，你有这个潜力。那我总觉得我被你骗了。那我刚刚应该在家睡一下。阿妹好黏啊，阿妹是黏哒哒。真的，她热啊，这么热，汗流成全身都是。真的，但是天好蓝哦。啊，明天希望可以顺利出海。那我看明天的气象是闪电下雨，但看这种天气又感觉好像不会闪电下雨。但是它是明天是唯一一天我有写闪电下雨，这么特别。就都写好天气，就写唯一一天就是明天。明天看一下天。闪电下雨。希望。但是。但是如果我明天不摆的话，我礼拜天要去拍戏，也不能摆这样子。对。啊，妈妈去看电风扇了哈，妈妈帮你看电风扇，但也不要这么热了，天哪！热昏了，热昏了。这边也有电风扇。他们还没开始买电风扇。我就知道妈妈会放弃出来。放弃了对不对？太贵。290。但是我们真的要买个电风扇出去的时候给妈妈买。伙伴就是天气真的是暴热。因为现在的电风扇啊都是之前的。他们就是今年的还没出，逛街逛逛都会逛到衣服去，不自觉的都会。对啊。然后看我，我好怀念家里的冷气。坏啊！我家这样啊，这里这样。就买这种啊，挂脖子就好啦，直接吹脸了。对不对？网络卖的，网络一定卖比较便宜。它都卖300。这个时间的电风扇都贵，因为现在还大家都还没有出来，所以它现在都会卖比较贵。我要得再过半个月左右啊，电风扇就会很便宜。干嘛有实电风扇也有实价？大家都出来之后啊，他们就开始销价竞争。现在其实很多人的电风扇，你看这些都是旧的，都还没出新的。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店都有卖电风扇，等到他们全部开始都卖的时候呢，价钱就会便宜。之前就有那种很便宜的啊，其实他们这些成本都很低。他们现在卖的话就是暴利在赚。提的这袋好重，是哦，我不提着背着这一袋也好重，我头发好乱。你刚还没吃过，看再看那么多食物也没有用，我们要回家吃东西煮饭。顺利，完美，真的，perfect。你跟叶子杰拍的。我
告诉你，吴婉君很奸诈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好好背啊，哈。”你怎么等下吓你？他就说：“他就说，哎，剧本不要再被抢走了。”之前被抢。对啊。那叶子姐人好？好啊，当然，人不错。能当到姐的都一定好。没有姐很凶的啊。其实我还没有遇到那种就是很凶的姐。对啊，其实都算是人很好这样子。对。就是姐都还就是很，你看你有遇过最大牌的女生吗？大牌，你是说最我认为最大咖，还是说会耍大牌？认为最大。我认为最大咖，我以嘉玲姐，对，但是那不是对戏啊。没有，私底下人好、哦、很好。哦，是嘉玲姐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她说我长得真的跟梁朝伟很像。认真，是刘嘉玲哦，不然你在想谁是嘉玲？哎，对，嘉玲是谁啊？嘉玲是谁？对，就嘉玲啊，没有嘉玲、哦。真的，就是年轻的时候。拜托，我小时候二十出头的时候，我妈有一次看到那个，就是便利商店不是有那个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吗？大家听听就好。我妈看到那个杂志封面，就想说，我什么时候偷拍杂志的封面？没有跟她讲，她还打电话骂我。结果后来我说哪里，我去看，怎么可能？王力宏。那是王力宏。你住泰国是不是？啊，泰国王力宏是不是？对。泰老王力宏。最好是啊。对。所以啊，就是谁没年轻过？我也年轻被长很像很多人啊，王力宏，对不对？梁朝伟，是不是？连那个任达华，对不对？但我以前的时候，小时候。国中的时候还被人家说像钟丽缇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太假发了。我就说怎么会呢？但是很多人说很像，我说、算了，像美女也好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像吗？像安娜。像谁？像安娜。像安娜。啊，有人说你像谁过吗？以前最常说，但那个一个眼睛大大的，就是以前眼睛大大那个女生。眼睛大大女生很多哎。没有，就是一个眼睛大大，然后之后做够了。任杰林。对。哦。任杰林。怎么会？他脸比较长啊，而且还有龅牙哎。小时候都说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雪芙爆红的时候，说你像雪芙，对，说像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剪，哦，这个发型，主要是发型，你认识我那时候，主要是发型很相像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就正红，就是他一剪短发不是爆红吗？对，所以但我，然后那时候我就也刚好是短发，我剪短发，因为我原本留到这边。哦，但我说真的，雪芙她是在留长发嘛，对不对？到肩的那种，我觉得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雪芙兰，哦，阿美怎么啦？她已经恍惚了，她想睡觉，她想睡觉了，太好了！哎，我们走两圈，娜娜准备要睡着了，她弥留了，她如果可以弥留下去的话，等一下。我跟他一起哦，不行，我要做菜哦。好想吃，我今天都没。我今天煎那个煎饺，然后我煎八颗。Gina 吃了六颗，我吃了两颗。他吃六颗。吃六颗。啊，我都没有吃到，我很饿。你就不会吃太多。
好，那我们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安娜应该准备要睡着，回家做菜。好，跟大家拜拜。